好像不愿意想起那天发生了什么。跟你答应个事儿，又没有见着几个人，一个老大爷，一对母女，还有俩女的。老板，您在这儿住很久了吧？你长得好像我认识的一个人。你不应该来这里。我刚刚梦见你了。梦见我什么了？和这些病人在一起。护士，不出去真的来不及了。一个人去世了，是真的会离开吗？咱们每天都行走在生死之间，但人的生死终究要顺其自然。小别一下。我们有缘再见。Say goodbye.